回来。但七哥你可以开一个那种咨询中心。咨询什么？就是爱情导师你是，然后教大家怎么教育老公。我可以。育夫教程对吧，育夫教程。我觉得开个课程这样走就不必了，我们到时候找一个那个比如说现在的那个听书平台是很厉害的。是不是？我当你那种最忠实的学生好吧。谢谢。我的精力也有限，而且我的方式也只是我的方式，也许不适用于大家。谁有什么事分析一下，对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到时可以操作一下这个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方面女生真的很需要帮助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话题了，有的时候女生容易被骗啊，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感情受伤啊。对，我很喜欢帮助周围的朋友。对，而且我是给一个正面的意见，我也不是那种劝和不劝分的人，你们该分就得分。我是这样的。所以管你叫七哥，因为你很有保护女生的这种。我要一定要保护。我身边朋友就一定要好。好的，我刚才分享了一个好厉害的梳子，然后让我对小爽的这个传送带上面的好物有了很深的好奇。哎，你在弄什么？我看见有针。啊？哎，这是你的吗？